201710月25号旅行一见亲自己，幸福韩国。来看一下整个首尔火车站的全景，在正前方就是整个首尔火车站，在右手边是1925年的旧火车站的部分，那现在移到最左手边去了。这是在7017，也是2017年今年的五月才开发出来的，原本是高速公快速道路的高架桥，现在开放成由荷兰的设计家开放成一个整个徒步的那个花园景观，高度有17公尺的部分，两侧的有17公路都可以看得出来哦。这就是整个首尔市中心的一些的特色。旅行一见新自己，幸福韩国，小编 Steven 为您现场报道。